兄姊妹平安，每日灵修，主的恩恩拢是予咱好的信息，传好的消息。箴言书十五章三十节：目睭有光，予心喜乐；好信息，予骨滋润。报纸通常是一挂予人无欢喜的代志。但是美国的亚利桑那州论坛报有一日予读者一个意外的惊喜，报纸顶的拢是好消息。这个报纸将当日的头条改为好消息论坛报，以明显的位置报道，保持因资源收回而获得了利润。另外一个城市自来水的味道却是历来上甘甜的，连体育版、娱乐版、社会版拢是好消息。该报总编辑在第一版写：阮报道的社会是乎充满了相拍、杀害、死亡和毁灭，但阮知影大部分的生活其实毋是安尼的。该报连报道迈阿密海滩游轮失火的消息，标题拢写到游轮失火，所有的搭客拢生还。弟兄姊妹，在咱的生活中本来就有真多好消息，但是咱却往往予报忧无报喜。基督徒有责任要常常向人述说好的消息。同时也应该让咱的好行为在这个社会出现着更加好的好消息。咱三甲来祈祷，阮伫天顶的爸，阮伫世上的日子，逐日拢围绕着真侪的天灾人祸，让人感觉不安的消息。阮感谢生命中有你。你予阮真多美好的应允，予阮会通得到属天的平安，佮永恒的盼望。阮当将这个好信息传予周围的人，予佫较侪人得到你的祝福。求主帮助阮，予阮的生命成为宣扬好消息的器皿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Amen.